那个，我跳不好舞的视频，是你录的吧？谢了。对了，我听我爸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帮他打理庭院。对啊，叔叔看我自己的庭院收拾的不错，就雇我帮忙，顺便赚点外快。叔叔阿姨不是都有工作吗？ 还需要你一边在大蓝巷打工，一边帮别人整理庭院赚外快啊？我自己生活很奇怪吗？很奇怪。从我第一次知道你自己住开始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长大了嘛，就自己住了。你才多大呀？所以你现在都自己一个人上学，一个人做饭，你还在大蓝巷打工，该不会你连生活费、学费都是自己赚的吧？ 我父母每个月也会给我点生活费，只不过我不跟他们在一块住而已。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我觉得你还有我爸有事在瞒着我。承认我讨人喜欢就这么难是吧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哥呢。叫什么？哥。哎。幼不幼稚？ 不行，这幕我得记录一下。情真好，这幕记录下。情真好，这幕记录下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